四外球保送。哦呦，这棒打出去又找到了左半边的方向。哦呦，最后一个跳跃。哦，今天打得比较扎实的球都是左半边啊。对。球速是投手有力。这球打出去，哇，还蛮远的吗？向后退，仍旧是被接杀。哇，但是陈赫一这个半局是有一点惊险啊，被打的这种扎实球的比例偏高了。好，但是这个半局富邦还是没有得分。